是我们的，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是来偷人的，知道吗？香港70年代，包娼必毒，毒货横行。彪哥，这位是我干女儿玫瑰，四大家族的彪哥伊万雄。如果我把货源拿回来，你们怎么想？ 你再可以到一手遮天，还想独吞？我还有资格探长，都支持他。你们，我们什么？你还办？500万？怎么玫瑰来死多少人关我什么事啊？越来越不放我尊严。要对付他，只有一个办法。玫瑰死定。 白玫瑰，我们现在判定你违反命令，勒令你马上停止。